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经文第三摄所成疑，这一段总共有十句，前面两句讲过了，从第三句看起，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一段经文呢，是普贤菩萨对与会这些大众菩萨们呢说明。菩萨提出了40个问题，毗卢遮那如来请普贤菩萨为大家解答。普贤菩萨在没有说法之前，先如法界大定，这个定的名称叫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那么从定中起来之后，诸菩萨对普贤菩萨了赞颂啊，这个时候普贤菩萨为大家来说法，在没有说法之前先说啊，这个说法了成就的利益啊，这一段呢是讲利益。利益里面第一句是摄令一切众生入佛智慧啊，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希望呢这个听的人都能够切入啊。第二句是为令一切菩萨于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啊，这一句的意思，怎样把如来智慧落实到菩萨实际生活行持当中，菩萨的生活行为都是教化众生，都是为众生做榜样的。所以有人说这些菩萨们，特别是示现在六道，为什么呢？示现许许多多的苦难啊，菩萨也受这些灾难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啊，修行做了菩萨了，做了佛了，还要受苦受难，这个佛学他干什么呢？好像是学了佛之后啊，应该所有一切灾难呢都可以消除了啊，这个佛法里面不是常讲吗？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的啊，其实没有道理，还是佛菩萨做出种种示现有道理
为什么？佛菩萨是教化六道凡夫的呀。如果是在自己谷地上，他可以不必到这来啊，他到这来干什么？凡夫无量劫来造作的罪业太深太重太多了，即使是破迷开悟了，破迷开悟，我们要问：业障是不是能消除呢？未必。那开悟有什么好处呢？百丈大师讲得很好。不昧因果啊，这个话讲得好啊，迷惑颠倒的凡夫，自己一生这个所作所受，自己完全不知道，无知啊。大彻大悟之后，自己所有一切的这个遭遇感受，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受的乐知道，这个果报是过去生中哪一种的行业所感的啊，遭受的苦难自己也很清楚啊，过去生中造作不善业所感的，这叫不昧因果啊！佛菩萨是这样的，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菩萨果地，我们要问，果报有没有呢？有，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成佛了。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还要受三个月麻麦之报。孔老夫子这大圣人呢，在尘绝粮，佛怎样叫我们离苦得乐呢？我们众生看到这个很苦啊，佛菩萨跟大圣人，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不苦啊，他为什么不苦呢？他无我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有我苦我要受啊，无我苦相现前了，是问问谁受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像观自在菩萨在《心经》里头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是真的。所以这种种示现里面的教学的意义非常之深教导凡夫修行要老老实实修，不能存侥幸之心恶人，世间人看的是恶人，佛菩萨看未必是恶人。为什么佛菩萨的看法跟世间人看法不一样呢？由此可知，藕益大师在《临风宗论》里头讲得好啊，境缘无好丑啊，这是外面的环境啊，
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要知道它是平等的。啊，好丑在于心，啊，完全在自己。你自己的心善，那个恶劣的环境也善，恶人也善。啊，回报我的人，嫉妒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都善。善在哪里呢？他替我消业障啊！无始劫来的积习业障太深了，怎么样能消除呢？这个方法能消除啊！所以觉悟的人，对于伤害他的人，感恩都来不及，哪里会有一点怨恨呢？稍稍存一点怨恨之心，这个人是凡夫，没有觉悟。啊，为什么呢？凡夫才冤冤相报啊！啊，觉悟的人遇到业障消了了。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佛的视线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像我们念这个华严经，华严经后面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有视线正面的，有视线负面的，啊，甚至婆罗门、甘露火王他们就视线负面的，都是诸佛菩萨再来教化众生的，众生自己没有智慧啊，邪知邪见啊，这叫我们常讲心不正嘛，心不正就心偏了，邪了，所以一切法都邪了啊，一错一切错啊，一正呢一切正啊，偏邪戒中正，这个经典里面《祖师大德语录》里头都说的很多 啊，只是可惜我们自己没有智慧，体会不到啊，我离开台北华藏图书馆来到新加坡啊，写了六条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没有这些经验的冲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一点点小觉悟呢？我们一般人常讲啊，经不起境界的折磨磨练啊。清凉大师在这个入法界品跟我们说的，修行是列事练心，离是经历啊，事一切人事物，你要在这个里头去磨练，成就你真实的智慧，圆满的德能。你要是不懂得磨练自己啊，不懂得立事练心，你怎么能够成就？啊，这个是修行人不能不晓得的。啊，普贤菩萨在此地为我们示现。啊，唯恐我们自己迷惑，
愚痴啊，又用言说来说得这么清楚啊。这个十句实在讲就是听经闻法的利益啊。前面两句已经跟诸位说过了啊，把自信的智慧，这个佛智慧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菩萨心啊。落实最重要的安住两个字好啊。啊，现在世界动乱了，混乱到极处啊。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想求一个安稳的地方啊，或者是住家，或者是修行啊。哪个地方最安稳呢？平等最安稳啊，心要平啊。平是没有高下了，等是等于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心永远是平静的啊。心要平静，无论住什么地方都好啊，不需要选择。心要不平，选择未必真正有好处啊！啊，真正住在那个地方，心安理得，还是你自己修持的功夫佛经上讲的好，讲的透彻，境随心转。这个是真话了，是实话了。那么第三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句啊，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庄严故。这个连下面这一句第四句，为令一切界海中如来种性恒不断故，这两句清凉大师说这是言岔少种一对啊。言岔是庄严佛国土啊，少种是续佛慧命啊。所以第三句是庄严佛国土啊，不识一处佛国土啊，不识一个佛刹佛国土啊。你看看人家这个心量多大啊，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凡夫学佛难，难在哪里呢？心量太小了啊！起心动念总想到自己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这样就难了
你所得的跟你的心量决定成正比例。心量大的他得到的大了，心量小的他得到的小啊。佛菩萨念念为虚空发界，世界微尘数啊，这个世界海微尘数，我们在前面经常念的，不是恒河沙数啊。你看在一般大乘经里面常常形容数量之多，恒河沙数啊，恒河沙数没有离开这个地球啊。你们想想，世界海微尘数，那恒河沙怎么能比？太渺小了。从这个地方慢慢去体会，佛菩萨心量大了，功德殊胜无量无边。啊，我们总得要懂得，要明了。怎样庄严佛刹？我们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每一天扩诵，后面都有回向。回向第一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你有没有冷静想一想？你有什么功德？这个经文念一遍，佛号念几声，这有功德吗？如果真有功德，为什么古大德又说口念弥陀心三乱，含破喉咙也枉然啊？如果我们诵经啊，口诵佛经心三乱，也是含破喉咙也枉然，也枉然。功德两个字要懂得，功是我们真正在做功夫啊。功夫有德于心，这才成为功德。什么是功夫呢？无论在家出家了，不能不持戒。不能不懂得戒律。现在真正懂戒律的人没有了。即使持戒，完全在思想上。与心性不能相应，所以纵然持戒，他也没有功，当然他更没有德了。啊，他所修的是什么呢？如果戒律修得很好，充其量也不过是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这真的不是假的。
这是学佛的难处啊。难在我们对这个佛陀的经教里面的意趣了解的太少了，啊，不够深度，甚至于还曲解了、误解了，那个麻烦就更多了。还有在这里面夹杂着私心，夹杂着自己的欲望，那已经造罪业了，自己不知道啊。啊，讲经不是一桩难事，啊，我们培训班办了这几届了，啊，3个月讲经就学会了。但是经要讲得好，那是你自己行持的功夫啊，啊，皆行要相应的。如果学这一点，为明文立养，那就不得了了。啊，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造的业是重了。古大哥说这种行为叫批判如来。贩是贩卖啊，你把它当作生意买卖来做了，所以谚语里头才说地狱门前僧道多，这个话说的并不过分啊。学佛最怕的是把经义错解了，啊，拿着这个是欺骗众生，真正深解义趣，义教奉行。这个功德才能庄严佛净土啊！啊，这个庄严佛净土，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把佛法啊，殊胜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传播。影响大众，啊，影响的面广，影响的时间长，这就是真正的庄严。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不懂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今天庄严绝对不是在这个建筑。啊，寺庙啊，怎么样造得富丽堂皇啊，不是在这个啊，今天社会我们要看清楚它病在哪里，我们的庄严从哪里下手啊，
古时候隋唐盛世的时候啊，可以在寺庙里头做这些庄严工具啊。为什么呢？社会人心善良啊，没有一样不好啊。所以用这些庄严具来赞叹佛德啊，总报佛恩呐！啊，用这个来表现呢。今天是什么社会？今天社会上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懂吗？最迫切需要是如何端正人心，端正人行，行为呀，端正言语，合起来讲，端正三业，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在这个上面要是疏忽了，那就像许许多多宗教里头所讲的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我们今天冷静的观察，这个时间呢越来越近了啊！你建筑再富丽堂皇，这个寺院刹那之间消失无踪啊！啊，美国这个世贸大楼，这是世界著名的建筑物啊！啊，花多少工程？多少财力物力建成的，几分钟就消失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话，世间无常，故土为脆呀。啊，我们生活现前是个什么时代？我们要这样做法啊，所以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教学啊，啊，教学要先教自己，自己先学好，然后才能够影响别人啊。我们不敢讲教人。影响别人啊！现在这个社会缺什么呢？伦常道德通通没有了啊！这个世间，做儿女的不知道孝顺父母。我们要教孝，要学孝，要做出孝顺的样子给社会大众看
现在这个社会兄弟不和，我们要做出兄弟和睦的榜样给人看。现在这个社会，学生不知道尊重师长，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做出尊重师长的榜样来给人看。我们做，这是功啊，影响力产生的影响力，让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有所觉悟啊，那就是德。要在这个社会做潜移默化的功夫啊。这是功德啊，这个才叫做庄严啊。那么由此可知，庄严的本质是从众生的心地啊。早年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重要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创教的时候没有寺庙佛陀一生没有建一个道场没有人特别邀请，他们都是在野外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徒步。有国王大臣、大夫长者来礼请。他们供养园林，供养精舍，佛并不拒绝。佛也接受。在这个地区开一次法会，讲几部经讲完之后，别的地方有邀请立刻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哪个地方是我家，我常住在哪个地方，没这个念头。佛是对于一切人、一切处所，完全是平等对待，这是我们应当学的。到哪里去呢？哪里有缘，哪里去。有缘跟无缘也是平等的。有缘在那个地方教学，没有缘，心里头常常牵挂着那个地方。这个是儒家所讲的止于至善我们要明了我们要学习孝亲我的家乡安徽庐江县地方上的人士，还有一些佛门弟子他们大家发心
将我父母的坟墓重新修建起来。本来我们家的坟墓是个土坟，跟一般人一样，很平常的，看不见的。早年我只立了一个碑，容易辨识。现在这些人发现，要把它建一个墓园。我听了之后非常感激。如果这个墓园要没有叫孝的意义那实在讲没有必要啊。那到底怎么办呢？我想了很久。我借录经文，佛经里面的经文，好的这些教训句子，我让他们刻在石头上，因为这个墓园呢都是用石头砌的，刻在石头上，凡是到这个墓园来转一圈，他就学很多东西。这个行，可以做，我赞成。叫孝啊。尊师。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是桐城人。我们在桐城中学。帮助他们建了一个电脑教室，这个教室的名称东美电脑教室。我们送100台电脑给学校，让学校里面的学生知道学生怎样纪念老师，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这是教学啊。我以前在南京一中念过书，我还有一个老师现在还在，大概将近90岁了。我在一中也建立一个电脑教室，送100台电脑，这个教室呢就用我老师的名字，世泽电脑教室，我老师很高兴。教学生对老师的恩德，这一生一世不能忘记啊。总要多想想，用什么方法来帮助现在社会迷惑的大众们，教忠教孝教仁教义，过去我在学佛弘法期间当中，韩馆长护持30年，
我给他建纪念塔。这对社会大众叫义，人要有恩、有德、有情、有义。忘恩负义，那就不是人了，连禽兽都不如啊！禽兽里面都有情有义啊。啊，那些障碍、破坏、啊，建立。不是恶人，是菩萨啊！为什么呢？不是这样的表现，大仁大义啊，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啊？所以中国儒家讲啊，仁者无敌，仁慈的人心里头绝对没有敌对的。善人是我的善知识，恶人也是我的善知识，心底永远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也。这样的存心，这样的行持，就是庄严佛国土。你真正做庄严的工作，庄严极效，但是心地里头痕迹都不留。经文里面讲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这是讲修学功德庄严相目之度，无量无边啊！普贤菩萨在此地。这一段经文，这是提纲啊，后面是他所要说的啊。首先告诉我们啊，听经闻法、修学功德利益的殊胜啊，使我们真正能够啊。发心呢，乐意去学习，在现代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是遭遇到空前的劫难，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所没有的啊，这个国家民族确确实实濒临在生死存亡的分界线上，如果没有人挽救，很可能走向罗马帝国的末路啊。在这个世界上，从此以后就消失了，非常可能。谁来做这个工作？古德讲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一个意识到了，哪一个觉悟到了，你就得尽心尽力去做。
觉悟的人不多啊，但是都能够同心协力在做，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怕艰难，不畏险阻，舍生命也值得了，有价值，有意义，学佛的同修都知道啊，因果同三世啊。神圣的教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还听到一些，我们深深相信，没有疑惑。人有过去时，有未来时。聪明人要为来世着想。你才把生死置之于度外了。人有生，哪有没有死的道理？早死跟晚死有什么差别呢？实在讲，没有差别啊。古人说得好，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是个比喻，说得不错。我们讲得更具体，走了以后你到哪里去？死了以后摆在面前是十法界，十法界你到哪里去？这个才重要。决定不能妄下堕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应当就把自己无限度的向上提升，这个就对了。所以大乘经上佛讲，一切众生是佛心的，众生这个佛陀念念牵挂着六道里头苦难的众生，你也能够念念挂念着苦难众生，你的心跟佛心一样啊！如何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帮助他什么呢？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啊！只有觉悟才能解决问题。他没得吃的，你送吃的给他；没得穿的，送穿的给他；没得住的，送房子给他，好不好呢？是好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解决一时。佛菩萨住在世间，最重要的是教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是真正离苦得乐。《金刚经》《
大家念的很多。啊，你看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戒身体，他还是离苦得乐。啊，我们凡夫受不了啊。他受那一种折磨，他乐他不苦。啊，什么原因你懂得吗？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庄严佛净土。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